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三叶虫是距今 5.6 亿年前的寒武纪就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远古动物，5亿至 4.3 亿年前发展到高峰，至 2.4 亿年前的二叠纪完全灭绝，前后在地球上生存了 3.2 亿多年，可见这是一类生命力极强的生物。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，它们演化出繁多的种类，有的长达70厘米，有的只有2毫米。背甲为两条背沟纵向，分为一个肘叶和两个肋叶，因此名为三叶虫。三叶虫与珊瑚、海百合、腕足动物、头足动物等动物共生，大多数适应于浅海底栖爬行或以半游泳生活，还有一些在远洋中游泳或远洋中漂浮生活。因为三叶虫的历史极其悠久，所以也被称为始祖虫。